After this, yeah. I'm going to the recording studio. So, hope you guys enjoy yourself. You all enjoy.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我的其他的那些，是 micro blog 或者其他的 updates。哦，OK，拜拜啦。
thanks for coming. Anyway. No, I'd love to be here. We will look forward to see more of them. Then, have some more. Oh, and I don't know where, like, 最近, like, you have MIA, then we want to, like, oh no, where is he? Then, like, very different from, like, last time. So, we want to, like, a bit sad. Oh, 有时我也是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有时就觉得，但是就还好，就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因为反正都在做一些东西，然后你之后也会看得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我也向你们道歉，但是，对，就是有在紧锣密鼓的在做很多事情。 哎呀，小猫，你非常棒。但是有时候，其实这点我也知道，所以我就说，其实大家有时去等到有活动，大家才会见一次面嘛，所以就是好像一年半一次年的那种，啊，很酷，你知道吗？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yes， 但是那个久久看一次面，不代表就是会不熟，就是你知道吗？好像不会哦，因为大家的感情都已经那么的深了，你知道吗？ OK，走。加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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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好啦，然后就是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庆祝五周年嘛，然后在这儿我也希望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可以帮我就是为家宏来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 所以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的就是支持，然后当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你都是一个大哥哥了，就是照顾大家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好像就是大家如果你们知道嘉宏是谁，就是新的成员也知道。我知道，但是你如果你们知道嘉宏是谁，嘉宏他真的是非常，我就是觉得他每次都很疼你，对，他每次都很疼大家，就包括你在内，所以我是会，所以我就这样。So anyway, 我等一下给你们聊。Bye. Bye.